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跟你说，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，哎，该不会是学坏？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跑，不然光担心哦，都不用做事。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了。哎，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。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哦，对了，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的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。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，这几年我们这样支持他，也总算是有回报。
熟悉的门中，却发现屋里物是人非。明明认识这是朝夕所处的家，但你就是知道有什么不知不觉的好陌生。孤独的灵魂布置出了一个空间，假装是家，找到一个陌生人，假装是爱的好家乡。
成大明星。全国高手齐聚一堂，你来唱，我来唱，舞台之上定见真章。欢迎收看七彩新舞台。
先生，我是贺老师，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不用担心，你先来楼上见我。七彩新舞台，巨星的摇篮。现在总算到了我们儿童组挑战者的表演，一起来欣赏杜美欣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《码头姑娘》，掌声欢迎。
三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未眠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回来之后，挑战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挑战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未眠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三者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，尤其是码头。你看，我把旗袍找出来了，洗一洗应该还能穿吧。赖导他答应了，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房租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不是嘛，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，家里我还是会顾啊。好好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可是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钱我会处理，男人的事你不用管。什么叫做男人的事？你算什么男人啊？你整天窝在家里，好手好脚不出去工作，写那么多，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拜托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
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？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啊？你买那一台那么贵的唱机做什么？给谁看啊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些手表、茶壶，还有那一条贵的要命的鱼。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，你要不要连菜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事的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，钱都给观音好了，全家人都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好了。好不容易家里的开销，你知道我跟我妈拿了多少钱？你算多丢脸！丢脸！穿这样出去抛头露面，我就不丢脸吗？你做什么？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第一个小朋友呢，已经连续卫冕四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。广告回来就好。小蛋的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。
这里有一个洞哎。美心，看前面喽！你不是要送一首歌给爸爸？
真的是龙争虎斗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，我们马上就来揭晓我们卫冕者的心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星。好的，接着我们来看挑战者所得到的心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、七颗星。好，谢谢。3月24日，天气晴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。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，我不喜欢被问那些问题，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所以我都躲起来等他们走掉。在衣柜里面，我可以小声唱歌，反正没有人在听，所以我都乱唱。我觉得在衣柜里，我唱得比在台上还好听。要是比赛都搬在衣柜里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，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你等一下，他好像在听。
下要出去玩的，就突然说不能出门。我这病明明就已经好了啊，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里山的。
咻咻咻，爸爸来打猎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山猪好生气，他冲了过来，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回家后，小女儿莎莎不眠不休地照顾爸爸，但是爸爸的身体总是好痛好痛，帮爸爸擦药、喝汤都没有用。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，爸爸的病都好不起来，莎莎难过的睡不着了。她决定要出门寻找治好爸爸的方法。莎莎翻山越岭，到了丰饶神的宫殿。丰饶神的宫殿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，在森林的正中央，大门就开着，只要是森林的居民都可以自己进去。莎莎说：求求你治好我爸爸的病。丰饶神说：这是一种神奇的花，只要它盛开，再严重的病痛都会痊愈哦。丰饶神给了莎莎一颗种子，但是你得用最珍贵的东西灌溉它。丰饶神说。莎莎心想，爸爸有说过，全世界最珍贵的神水就在天空树上。莎莎启程了，她走出丰饶神的宫殿，她来到小森林，一路向前。怎么渡河呢？
怎么会？神水竟然早就已经干掉了，没有最珍贵的水，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。
爸爸不忍心看莎莎这么难过，把她叫来床边，告诉她：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爸爸只是要睡着了。只要你好好的，爸爸什么都不怕。莎莎难过的哭了，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，渐渐的，土里冒出嫩芽，嫩芽长出枝叶，枝叶开出花苞，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。原来，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。爸爸的病好了，为了感谢丰饶神，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，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，丰饶神也好开心。从此以后，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，永远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十月九日台风天，今天我的病还是没有好，又要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真的好讨厌。但是有一个好事，那就是爸爸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本故事书。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句一句的念给我听，我还在上面乱画，把故事改得很好笑，好好玩。爸爸教我折故事里的那种花，色纸用完了，我们就拿爸爸不要的稿纸来用，一开始折得很丑，可是爸爸很认真教我，真的好开心。而且折了很多魔法的郁金香后，我的呼吸就变得很顺，真的好神奇哦。我偷偷把最漂亮的一朵藏在书里面，这样写藏念故事的时候，爸爸就会看到了。
龙争虎斗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，我们马上就来揭晓。我们卫冕者的星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。真的是龙争虎斗啊！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，我们马上就来揭晓。我们卫冕者的星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。接着我们来看挑战者所得到的星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，七颗星，红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，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。八十。
9月19日，天气晴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越想越紧张，然后就会跟以前一样，头好痛，不能呼吸，一直发抖和咳嗽。好久没有这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但我就会想很多，很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，常常吸不到空气的感觉，睡不着，在想说睡着以后可能就醒不来了。睡不着的时候，爸爸都会带我去找何老师，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爸爸也会带我去那里拜拜。因为我以前病得最重的时候是给何老师看过才好起来的，所以爸爸很信任何老师。妈妈说不要太相信那个，可是爸爸相信，所以我也相信。我要努力赶快好起来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84、85、86、87、87、88、88、86、89分。好的，那我们挑战者所得到的分数是84、85、86、87、88。88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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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欢迎朋友们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。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巩立方小姐。立方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国民女星回来了，这可真是个大消息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想你。不过同时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继续回来拍戏的？还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事吧，一言难尽。你先生难道没有对这件事表达什么意见吗？岂止有意见啊，根本大发雷霆。我想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张伯伯的面子吧。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太苛刻了？苛刻，我努力让这个家还有家的样子，他呢整天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花大钱去买那些怪东西，到处烧香，到处贴符，把家里弄得越来越邪门，还说我被不好的东西附上了，要我去向观音忏悔。你能想象吗？被自己的丈夫当成妖魔鬼怪。美心从小就爱黏着爸爸，父女俩三天两头就往老师那边跑，我根本没办法，所以我决定这次演出之后我要带着一家子离开那里，去一个平静点单纯点的地方。杜风雨，我好怀念我们一家人简单开心的日子。
妈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妈妈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好想妈妈哦。我女儿才会是神经病！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我听说了，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。我们请示慈姑观音，求求看有没有解。不要担心，照我说的做，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山南杜风雨在此，为爱女杜美心请命。爱女受恶煞侵扰，魂不附体，恭请慈姑观音大师治煞收魂。杜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烛火吗？那是美心的原神。烛火怎么样？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眉心吗？那你要找，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，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慈姑观音会引你门路。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看到什么？纸船，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
水是慈顾观音在引路，跟着我念。水能通灵，船为摆渡，恭请慈顾观音引路。现在嘞，放水灯的河流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河上有沙洲，沙洲是慈顾观音的化身，他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看到特别的地方，我看到一座桥，那很接近民府的。我的脚步继续跟着光，不要管桥下的人，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。恭迎慈顾观音，度世灵显四方。杜先生，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，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他们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，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看到什么树？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顾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，
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看到门了吗？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理他，有什么事情就念慈姑观音的心咒。哎，哎，杜风雨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？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我种的那朵。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，天天盯着它看。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她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花黄了，枯了，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他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小花终究是小花，结了果以后他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还是被压死。很遗憾吧，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现在还有机会救他，去吧，就在前面，去挽回你的希望。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，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光明，化爱女心头阴霾。Ugh!
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哑然失声，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谢我口舌，唤爱女天来歌声。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，从哪里开始的，就回到那里作结。现在算是完成了，最后诚心的叩拜慈姑观音，只要慈姑观音感应到了，一切就会圆满。
再说一次，我们每次这样掰过以后，身体、心理有没有感觉比较好？是很舒畅，但是我怎么了？拍谁拍谁，我只是想问，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笑？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，我每天都有在办，都有在求，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，是不是要补助补功的金？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，我会更努力办。麻烦老师跟我说要怎么办。不要紧张，这个一定有方法，我会再教你。拜托拜托，何老。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告诉我的方法真的有用吗？有有有，一定有。我都有在念经，可是那女的还是不肯跟他离婚啊。我们有都有在一起念了。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。真的有念了，有缴钱，到底会。你这个神棍，那个符根本没有用啊。先生，我有录起来哦。十年来，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钱，大小事都办。你不是说植物观音什么都帮吗？我爸也相信你，后来才没去做化疗。你明明说可以多活两年的，现在人都走了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不然我一定告你。喂，杜先生，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蛇酒准备好。你家有没有浴缸？有，好，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。叫美心听话，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好。别担心，要坚定，心诚则灵，你知道吗？喂，你好。哦，杜先生哦。啊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哦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紧张，这种事情急不得。这个仪式本来就是轻者当日，重者七日见效。你要对美心有信心，你要有耐心呐、啊，不要去打扰他，让他慢慢泡，不要开厕所门，好吗？好，那你有问题再打来。我都在，我一定帮忙啊。
9月29日下雨天，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，我很想她。我忍耐不要哭，可是越忍胸口越不舒服。有一天，就开始不能呼吸了。爸爸说这次不用看医生，明天我们去看何老师，病马上就会好。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，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。我已经折了好多好多郁金香了，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。可惜爸爸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，没办法陪我一起折。只要折到和故事里一样多的郁金香，我的病一定就会好了。病好后，我要继续练唱，练得更厉害，唱得更好。然后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，变成大明星，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我唱歌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聚在客厅。我好喜欢那个时候。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